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将探讨修订有关国家象征使用的法律，让国人可在国庆以外的期间张挂国旗。文化社区青年部采纳国家象征公民工作组的建议，将探讨修订国家象征在艺术和商业方面的使用规则，让这些象征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正确地被使用。在修订法律的细节敲定前，当局将公布内容。为了避免国人滥用国家象征，当局探讨发行国家象征的使用指南。